Welcome to Shenin Design Studio. This is Shenin Design, and my name is Shenin. 那欢迎来到我们的成名设计的第一次在花博展展出。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展览的这些我们的学生作品，跟我们接下来会 release 出来的这些 project。好，首先我们先来介绍第一支是我们的 Massimilator， 那这位是我们一位女生同学做的。那她的采用这个设计呢，是有在她的设计是在深海的怪物，那她有参与很多这种昆虫跟这种甲壳类的怪兽。那这边它有它的这些这只目前设定是在母的，那它到时间它就会变成，它是可以转性别的这种生物。那这就是它的蛋啊，那这边是它的嘴巴，那这是它的攻击性的这种爪子，那它的爪子可以抓起来，就像那种螳螂跟这种蟑螂的那种类似，这种脚有带刺啊，这种攻击性很大的东西。那这个呢是它的后嘴巴，那就是有一点新 Godzilla 里面的尾巴会有这种小嘴巴的那种概念。那这个呢就是它的放大版本。那这位女生的设计呢，她是想象的非常非常的那个丰富，所以呢就这种产业，在我们的好莱坞的这种产业呢，没有再分男生或女生的。她叫做 Fino Basil。那 Fino Basil 这位是一位男性同学的这个设计。那他的这种设计概念有一点像大家可以连接到的，就是比较像七龙珠里面的弗利沙的这种颜色的概念。那他的这种monster design 呢，他是 incorporate 有一点就是吸取别的生物的 DNA， 他是外星生物，他来到地球，那他来到地球他会吸取，比如说他今天吃的是鲸鱼，他就有鲸鱼的这种 DNA， 他如果今天吃的是这种猫科，就有那种猫的 DNA， 或是这种昆虫就有昆虫的 DNA， 那他就是吃到很多不同的生物，所以你看他旁边这些都还有骨头。那它这种就也比较像蛇形的，所以它有吃那种很多那种爬虫类，或是这种冷血像那种 reptilian 的这种 design， 所以它才会做出这种类似的设计。那这种设计就是也是发挥你完全的想象力。那接下来这只呢，就是我们的镇店之宝，那它也是我们最大只的这个雕塑品。那这个是我们狮子，那是狮子就是我，那这个作品就是由我来设计。那我设计这个也是给学生看。我的做的这些过程，那我设计这只是，我就是按照有吉多拉的王者吉多拉的概念，那我设计这只是那个王者海多拉，所以英文叫做 King Hydra。那 Hydra 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采取很多就是海龙的这种元素，所以呢它就是比较偏向鱼类。那像它这种翅膀呢，就比较有参考像红鱼的这种材质。所以呢它的这个有时候比较属于水性的那种设计在这里面。那这种最难度比较高的就是在设定它的山头跟它的骨架，整个的骨架的这种结构的设定。那上色呢就采取就是那种我们用的是那种金属类的，然后把这些线条都模拟出来。那相信这个它攻击力你就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大概什么样子。Okay， 接下来这个字呢，这叫做 Vulcan Toys。 那 Vulcan Toys 呢，它其实英文采用是像 Volcano 那样子，那 Volcano 是就在火山的这种岩浆。那这只它采用就是那个大家有知名，就是有类似这种像巴卡拉的这种怪物。那这位同学呢，他是采取这种巴卡拉的这种观念，然后去给他做这种改变。那它的设定呢，是从火山里面冒出来的，它也住在火山，所以它你会看到这是岩浆的这种从身体里面冒出来，因为它身体是非常炎热的。那这边它还有装 LED， 就 symbolize 就是想要象征是它就是那种像那种会像火山那种活跃的火山岩浆这样慢慢的渗出来。那像是它的设定这边就等于是也会喷射这种火焰，然后就是来增加它的攻击力或是它的那个什么活动力。OK， 接下来这一只就是那个我们的 Bazooka。
那么 Suka 呢，他这位设计师采用的概念就是比较，他就是比较针对是那种大自然的污染。那像这种就很多的废弃物、废弃合物，那它的这种身材什么这种材质、这种 muscle 的 tissue 都已经是腐烂掉了。腐烂掉，然后还产生出自己的这种病毒、这种 virus， 所以它的颜色就有一点像那种就像那种水沟里面或是那种排气物，然后再吸取这些材质，就变成它的这种肌肉的组织，所以才会看起来那种半成很恶心的这种材质。那它身上呢，就是有采取就是像这种废弃物搭在上面，然后它就等于是会用这些废弃物作为它的这些武器或是它的防御力。那我们这次下一季的这种作品呢，会比较偏向龙头之类的，这些也不是龙头啦，就是像这种怪物的 concept design。 那我们这个英文叫做 head bus， 那我们 head bus 就专门只有 focus 在 head。 那当然我们这边也要看成是 symmetrical 的，尽量能在 symmetrical， 就是两边尽量也一样，除非你的设计设定不太一样，那我们会很专注这种细节。那这种会比大只的还要 focus 在 detail， 因为我们的面积比较大，所以这边你会看到很多这种材质的细节，我们会教学生怎么样雕塑，所以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来跟我们联络。好，刚刚介绍的那只 Bazooka， 那这个就是它的镜面它放大版本，当然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做这个就是面积比较大，所以我们在发挥的这种细节呢，可以在更深入的就是去发挥，然后发挥你的想象力，像这些之前看不到细节这边都看得到。那这样我们会 focus 上，如果你是张嘴巴的话，我们也会 focus 在牙龈跟牙齿、舌头里面的这些结构跟那个什么构造 structure。那这目前是我们还没有上色，那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颜色上去上面，所以也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我们会 constant update。所以以下呢，这就是我们陈明在花博展出来的这些作品，那也是一个简单的我们学生学员的介绍。那我们这次在花博展也认识到很多不同的设计师，而且有些也非常厉害，比如说像 R1 Studio 还有梦工厂，那我们也碰到了网红乔老师，那也认识其他很多不同的雕塑师，让我看到台湾有很多这种产业，所以呢这种产业是大家要互相的去慢慢的 push 出来，因为台湾的这个 skill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成熟，那这就是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继续努力的地方。那以下就是这样，那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我们 constantly update， 那我们的 IG 也是在我们的那个 website 底下都可以去订阅。那 So until next time， 这是 Chen Lin Design Out。